这是我新招的翻译，翻译今天脸有点肿，昨天喝大了。啥？你别人去给我开门。我俩买点菜，准备去我妈家包饺子。这是韭菜吧，大家？哎，太多了吧？来半吧，行。行。中国人一样说话。行，那你给我打开，给我来一半就行的。你怎么学的这么好呀？嗯，再来点那个小白菜，小白菜行，沾那个沾那个什么沾大酱。啥都，他啥都。来，对对对，来这个，这好的。啥都是。谁擀皮儿？来，来米兰擀皮儿来。不，我不会。你教我们。哎呀，行不行？看了吗？你看了吗？评论，很多人评论说你年轻，你看了吗？看了。不是，很多人还问你怎么保养的，年轻啥呀？哎呀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是不是儿媳妇好，让人省心，是不是？主要是看着儿媳妇高兴的一天，是不是？对，没事就哈哈大笑吧。对呀、啊，在你的带动下、影响下，是吧？天天嘎嘎嘎乐。不，中国不是有句话吗？什么笑一笑，十年少吧。对对对，多音字哈、啊。看你奶奶也年轻，你看没有？对，咱奶奶八十五了吧？八十三。那咱们83的时候也这么年轻，多好哈！来尝尝吧，妈，这是你儿媳妇包的俄罗斯饺子，看看吧，跟馄饨似的。嗯，跟馄饨差不多。这个要是再皮儿大点，就是馄饨。这就是俄罗斯饺子。真的就跟中国馄饨，你看，对，这差不多的、啊，有馅儿、有皮儿就行呗，是吧？那我包的这个也行呀，嗯、挺好的。嗯，吃的时候你咋看出来是你包的？